再过来呢，诸位看第176条，伤寒发汗，若吐若下，好，就是汗吐下是三法嘛。觉得以后病人表症好了，心下痞便意气不足者，玄附花代者食，玄附代者食汤。好，这个呢，大家记得哈，不要哎，一定要伤寒，有得到伤寒麻黄汤症，你去发汗吐下才会有这个现象，不是，平常正常人也会有这种病哈。那心下痞便就是讲胃里面很硬很难过，胃来的做周围，好，台语的周就胃里面一直反复的，好，有胀闷难过，意气不足，就是有胃酸啦、啊、嘈杂，好，意气不足。这个玄附花代者食汤呢，我用的非常的多，几乎所有病人呢，那个老外一进来，我就看他上面写的胃酸，我就跟他说，只要是胃酸反逆，他们叫做 heartburn， 在台湾翻成火烧心啊，好，火烧心啊，我们说他就按照中，好，按照英文我们叫 heartburn 嘛，他就叫做火烧心，好，那个时候胃酸都已经正伤到那个喉咙食道了，玄附花代者食，这个处方呢，一剂下去，哇，胃就很舒服。如果不舒服，好掉一点，还是有逆胃酸逆流的现象。那就是那个食道那个喷门破洞了，太久了。好，我们还有处方治疗。那如果没有破洞，一剂下去就好了。第二天就说你是给我什么仙丹，吃得非常好，好，是不是？那西药就是 privacy， 好，每次我看的病人，你一看到 privacy 就知道他胃酸。好，那这个酸怎么来的？现过去是这样子来的。好，当然张仲景写、啊。好，是伤寒，就给他乱吐乱下，对不对？好，结果胃的津液伤到。现代人得到胃酸就是甜食吃太多了，啊，甜食吃太多。你如果不相信，你现在跑到随便一家面包店去买个黑森林，啊，不用整块，一小块三角形的就好了，吃下去胃酸就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甜嘛。现在的糖有问题，好，糖人工糖白糖造成胃酸。那你把它治好以后呢，要告诉他甜食不能吃了。如果你要吃，可以，你要吃真的是红黑糖，黑红很黑的那红糖或者蔗糖，好的真正的天然的糖做出来的甜食可以吃，好，所以你如果要这个害人很简单了，那个你拿那个巧克力给了那个你女朋友吃，买巧克力，那个女孩子拿了巧克力很开心，一吃就胃酸，好，这个胃酸，然后你跟她全部花带走吃，一下去又好啊，这个真厉害啊，你好厉害，对，她不知道，实际上就是因为巧克力。造成胃酸的，因为巧克力是甜的东西，哦，所以自然界呢，甜的呢，甘味是土，对不对？人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土，照理说土生万物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的科技拜科技的结果呢，吃到是嘴巴里面是干的，到了胃里面是酸的，你看看可不可怕？哦，所以食物要小心，哦，所以科技呢不是很好，哦，我们原始的东西最好，哦，最好，哦，那。这个是一剂之二剂矣，好。那玄附花呢？我们用三钱，你看重剂用玄附花哈，代者食才一钱一点点，因为代者食是金石类的药，好，金石类的药，所以那代者食跟玄附花，好，这个玄附花呢，最主要是它有浓痰，好，痰饮，好，痰饮在里面，好。那代者食呢，降逆，啊，降逆气啊，会有逆，然后打嗝，好，哦，逆气的现象，然后胃酸就往上走，好，哦，这个是剂量。那你如果说病得很严重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到玄附花很轻啊，哦，你可以用到四钱，好，哦，那代者食用到2钱、3钱、4钱，重上去没关系。为什么？你只要记得代者食是要降逆的。所以如果病人告诉你这个气一直往上升，一直冲上来很难过，对吧？你就要把代者食加重2钱、3钱、4钱的加上去，没有关系，好，没有关系，好，这都是没有毒的都是可以吃的，好。那遇到人参、生姜、红枣、甘草治过哈，这个几个出来的时候，大枣就是要补肠胃的津液，滋阴的用，好，代表这个人呢已经被吐、被下、被，对不对？被汗。哦，已经津液伤到肠胃的津液伤到，好，哦，我们在发汗的时候都会伤到肠胃的津液，所以我们在治病的同时呢，把津液补回去。好，哦，那这个半夏呢，就是
好，也是指呕的，但是记得半夏一定煮胃周围的旁边的水，好，胃里面有水的时候是靠生姜，生姜泻心汤，好，那病人会啊，会告诉你，哦，胃里面真的有水，就听可以听到，哦，胃里面有水，那旁边的水引起的恶心啊，半夏泻心汤，好，就像我们刚刚的生姜泻心汤，生姜泻心汤是为什么会有石头，就是因为它胃里面有水在里面，好，结果你那个食物那个泡到水里面。如果你把那个食物哈，如果你是很好的食物，现在吃掉，结果呢，你同样一块面一块那个瘦肉，好，你把它分一半，一半你这个你吃掉，另外一半呢，你把它泡到水里面，还不放到冰箱，你去泡到水里面放到外面，你看两三天以后多酸多臭，那个就是食臭。这个时候胃里面有水就是这样子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张总你说用生姜泻心汤，啊，你可以病人在呼吸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呼吸闻到那个食物坏死的臭味，好。好，这个半夏我们来清汤。那这个七味药呢，来水，比如说十碗煮成六碗，把渣渣去掉，好再取，好变成煮成三碗，好日三服，好就是剂量，好剂量，好。那这个比例呢是原来经方的比例，好。那我刚刚跟诸位解释的就是说，你要知道玄附花的功能，好，如果痰很多、酸很多，很好，你要重用玄附花。如果说气一直往上冲，那个哇，他那个医生呢不得了，这个我吃了你的药哈，晚上睡觉啊还是不行躺下去，为什么？一有必须枕头垫很高，那个酸一直往上冲，他就告诉你，给我多一点带赭石，你知道我意思，就意思病人已经告诉你了，给我带赭石多一点，你给他说三千、四千、五千没有关系，好，这都没有毒的，没有毒的你不要怕使用啊，好下手要重，那病人一直在恶心在，对不对？那刚好这没的是你岳父呢。对不对？下重手，好，不要怕。